岁之许姓驾驶，于本日十一时许驾驶自小货车行经本辖平镇区振兴地下道时，疑似因对路况不熟悉及未注意相关限高标志，误闯地下道导致车辆卡于路中。警方到场后协助其将轮胎泄气，于30分钟内即将事故排除。本日经统计已发生两起未注意地下道限高导致之交通事故，警方呼吁地下道均有相关限高标志，行经有地下道之路段时应注意相关警示，避免类似情事发生。